你都要跟我讲苏军好转的消息，我真正唔知影，要怎感谢你才好。我要甲志良先办回来啊，外叔君都不精神啊，这要哪会用的？你真正对你后生放袂落心对吧？你讲的后生，根本是骨碌，伊甲志良都只是名义上的阿母啊，伊要哪有可能有志良的囡仔？我即马去查清楚，按哥你爱甲说你，明日社长上的个性比较较敏感，你若是有啥物秘密哦，一定要感觉出来。志良淡薄强迫症。你不会高啊，买一点来看个经济，想袂到骷髅毛同款的问题，骷髅那真正是因的后生，我都绝对袂让好志良知影这件代志。是你害我早间倒伫个家，因为伊无法度接受伊的亲生爸爸，亲手设计害死伊的阿妈，搁设计伊的妈妈，害伊变成精神失常，伊是失去求生的意志，你知影无？王三罗即马怎尼啊巴结你？就是因为你是基金经理员的身份，伊相信你会当个找真多资金，所以才这么要紧你来当作家己啦。志祥啊，新店有哪向你叫？你都要跟我讲苏军好转的消息，我真正唔知影，要怎感谢你才好。我要甲志良先办回来啊，外叔君都不精神啊，这要哪会用的？你真正对你后生放袂落心对吧？你讲的后生，根本是骨碌。我都甲你讲的，你应该拢有了解啦，所以我今日来。就是啊，你提早前计划对王三，恁两个联手要给我创空，我会让恁知影，啥会叫做自吹死咯。较早郭小军明明就是甲庄家两头来暗去，伊甲志良都只是名义上的阿母啊，伊要哪有可能有志良的囡仔？我即马去查清楚，按哥你爱甲说你，明日社长上的个性比较较敏感，你若是有啥物秘密哦，一定要感觉出来。志良淡薄强迫症，你不会高啊，买一点来看个经济。想袂到骷髅嘛，同款的问题，骷髅那真正是因的后生，我都绝对袂让好志良知影这件代志，绝对袂让好知影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